由汇德丰同港铁合作发展，日出康城的第十二期分三期发展。第十二 A 期 Season Pace 坐落康城商场上盖，项目由两座住宅项目组成，合共提供650伙，户型涵盖一房至三房，住大一房同两房户。Season Pace 正正的位置就是 Lucas 的商场上盖，落楼就是商场，无缝连接康城站，加上蒋南隧道已经开通，贯通港九多区，交通四通八达。The Lucas 占地48万尺，商场种类多元化，设有零售商店、食肆、超市、戏院等等，购物娱乐应有尽有，生活配套完善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去参观 Season Pace 的示范单位。首先参观以 3B 座38楼 A 室为蓝本的示范单位，实用面积665尺，属于三房紧处间隔。一入门口就是长形的客饭厅，右边是紧处 L 型的工作台面，配备收纳柜和各种名牌家电，包括雪柜、洗衣干衣机、煮食炉和蒸焗炉等等。长形客饭厅分左右两边厅，做到客饭厅分明，间隔风正，容易摆放家具，外连三合一露台。浴室二期缸设计，设有洗收盆柜和镜柜，收纳空间充足。两间睡房间隔方正，可以放到单人床和衣柜。主人房以长形开质，空间宽敞，可以放到双人床和衣柜，都有空间放置梳妆台。主人房套厕明厕有窗，以浴缸设计。然后我们参观 3A 座38楼 C 室为蓝本的示范单位，实用面积453尺，属于两房开放式厨房间隔。一入门口设有多功能收纳柜，附设智能消毒鞋柜和活动层板，可以灵活运用。旁边就是开放式厨房，长形的工作台面，家电设备齐全，包括洗衣干衣机、蒸焗炉、煮食炉、雪柜等等。下饭厅开质方正，可以做到下饭厅分明。外连三合一露台。浴室以旗缸设计，设有洗手盆柜和镜柜，方便收纳。睡房间隔方正，可以放到单人床和衣柜。主人房以长形开质，可以摆放到双人床和一列置顶衣柜。最后我们参观一房的示范单位，是以 3A 座38楼 F 室为蓝本的示范单位，实用面积323尺。一入门口的右边是开放式厨房，配备基本家电，包括洗衣干衣机、微波炉、雪柜等等。而门口的左边就设有多功能收纳柜连消毒鞋柜。下饭厅开质方正，容易摆放家具，外连三合一露台。睡房间隔方正，可以放到双人床。浴室就是位于睡房入面，以旗缸设计，设有洗手盆柜和镜柜。今次就介绍完毕啦，想知最新的楼盘资讯就记得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和 YouTube。 下次见啦，拜拜。